Hello，我是 Lau from 这个 KL Marketing Group 直播王，很感谢亚洲企业邀请我们公司 attend 这个 PIEO 的这个 award。OK，所以我们公司创立总共有4年了，我们公司主要呢是协助客户呢就是负经营这个 Facebook marketing 的，就是这个 Facebook 直播的这个业务，就是主要我们公司是一家流量公司。我们为我们的客户，就是无论是在他的直播上，还是他的 Facebook 的那种广告上，带来更多的流量及曝光率。然后主要呢，secondary 我们还有就是做这个 Shopee 呢、Lazada 这种 e-commerce 的这种引流商铺建设，就是为我们的客户带来更多的曝光率的。未来呢，我希望我们公司能踏出整个亚洲，例如说新加坡、台湾、香港。我很开心，也很荣幸可以获得这个奖项，也希望未来呢，我们公司能就以我们的实力获取更多的这个奖项。最主要呢，要感谢Dadin、Jessica 还有 Dato Jackie 给我们公司这一个机会。今天我们公司能荣获这个奖项呢，最感谢的就是我的团队，还有我的 partner Tony Leung，还有我公司的团队，因为这个奖项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，是属于整个团队、整个公司的。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付出呢，我们公司就今天不能那么快速的成长。